这个呢是就是一年级要带的书，这是他昨天的书包拿出来的。很简单，首先呢我们先把大本和小本先分开，最大本的呢先拿出来，通常是这样子哈。那它一个范围里面呢它只有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里面呢就要放最大本最重最厚的书，所以通常呢先放出来，就把所有的活动本啊课本啊都塞进去。看看，所有的书本都进去了。你注意看，书本是直立的，它没有往前倾，又没有往下坠。剩下这个空隙的地方呢，如果小朋友能背得起，就把这一本这一叠书放进去。如果不行的呢，通常我会留给他空的，然后呢，我会把他心爱的笔包放进去，因为这个笔包会比较轻，就关起来。再拿一个手提袋，像这样。如果你觉得它这里还是过重，这个手提袋呢其实是可以放进课本。这是水壶，把这个拿起来塞进去，它是不会放进去就可以了。